怎么还是这些菜啊？我检查过了，食物是普通的食物，没什么异常，趁着吃点吧。我去，谁呀？有没有公德心啊？不对劲，小月，我们得先离开这里。可乐的全新节目，记得在腾讯视频搜索"可乐 MC 暗房零层之下"，和我一起切入 Level 0。